危险嘞！现在上面，哎，小心一点啊，金文蛋，离车子远一点啊！德心，德心，我是阿力啊！德心，我是阿力，你在这里看得到我吗？德心，看来你朋友也加入粉丝俱乐部了耶。对啊，他是那边的 T 恤，没有胶卷是拿不到的。德心，德心，我是阿力啊，你看不看得到我啊？德心，请问我怎么样才可以开出去啊？你先停下来，他们也会跟着停下来。停下来啊。谢谢，谢谢大家的支持与鼓励，我会继续加油的。现在我马上要去下一个地方工作，所以希望大家赶快回家哦，路上小心。谢谢，拜拜，拜拜，谢谢，谢谢各位。小心，开车了。德心，车子停好之后一起来吧。可是车上有粉丝送的贵重礼物啊。不会了。为什么？喂，你们干嘛花钱买礼物送的？我说错什么了吗？他不希望他的粉丝送他礼物，他只接受卡片、纸条或者纸鹤这一类的东西，因为他跟他的粉丝说，他需要的是鼓励，不是礼物。你到底是不是真的喜欢博野啊？就说嘛，钱呢？这么俗气的字眼，怎么可以从博野的忠实粉丝嘴里吐出来嘞？对呀、啊。哎，你们是怎样？我到底说错什么啊？导演，我觉得有可能这场戏的意思你没有看懂。你是说我没看懂剧本是吗？导演，我没有这个意思，我只不过是把我看到这个剧本里人物的疑问提出来。有疑问我会在拍的时候避掉。避掉？导演，难道你觉得避掉观众看不出来吗？我想我们是不是应该共同解决这个剧本里角色的问题？为什么要避掉？这是我干导演的事，不关你的事。不关我的事？是我在演，怎么会不关我的事？我为什么要一个花瓶给我意见呢？你说什么？我就说你是花瓶，不就靠那张脸吃饭？嘿，导演，你想干嘛？想打我？好，给我下线来！我让全世界知道你博野不仅不会演戏，还要打导演！你来呀、啊！博野，来呀、啊，来打打呀、啊！博野，冷静一点，导演，可不可以好好说话？哎，明明是你先不对，你怎么可以这样说博野呢？哇，你是谁啊？敢教训我？我关你是谁？给我滚啊！欸、你干什么？我也打你！我也……我跟你讲，你可以打我，但是不可以打我的司机。还有，要找我拍戏，先把合约看清楚再说。在我心里。是你先不对，你怎么可以这样说博野呢？哇，你是谁啊？敢教训我？我你我关你是谁？给我滚啊！你干！
干什么？我也喊你，滚！我跟你讲，可以打我，但是不可以打我的司机。还有，要找我拍戏，先把合约看清楚再说。我也，我们这样走掉会不会不太好？难道要我留在里面跟导演打起来吗？可是打了导演会不会怎么样？不知道。不然就换掉导演，要不就换掉我。有可能会继续拍，但是导演一定会找到机会整我。明明一次就给 OK 的镜头，却让我拍20几遍，故意设计让我一直跑到类似的戏。在这么冷的天气，加剧本说要下水，以我被打的桥段，就叫临时演员出手重一点。那我们赶快回去，大家讲一讲就没事了。你不要多管闲事，回去又怎么样？让他继续羞辱我吗？那你就拿出你的演技跟导演证明啊。没有用的，偶像剧演员就是这样，不管你在努力演，在用心揣摩角色，在认真做功课，永远都只会被定位成只是靠一张脸，完全没有演技的花瓶。媒体的报道从来不会在乎我扮演的是什么角色，只关心我跟谁假戏真做闹绯闻，或者耍大牌跟谁闹不和。这一切我早就已经看腻了。可是你明明就很会演戏，你不只是偶像，你是有演技的。你不知道我第一次看到你演戏的时候，我根本忘了你是在演戏。你深情的眼神让人没办法呼吸，我好像变成你怀里紧紧拥抱的那个女孩，感觉得到你的心跳，好想一直被你抱着，不想分开。你要赚钱，不如去买乐透哦。文心，你中乐透彩了？我有100多万啊！我今天在车上发现一家包的钱，里面还有张卡片，上面写着乐透万岁。那我们现在怎样？心怀不轨接近他，利用他。如果他动了真感情，那算什么呢？为了避免判断错误，他应该多知道一些事情才对。比方说我住的是什么样的地方，我喜欢的是什么样的女孩子。你就想吧，谁能每天陪在你身边？你每天呢最想见到的人是谁？请你让我继续当你的司机。你说这些，你跟他告白了吗？啊，你有没有跟他牵手，还是有跟今天的行动？阿丽，我收到了你的心意。我一直他人很体贴的，而且他也很了解我的工作。演艺圈好像把你的笑容给带走了，我可以拯救你吗？我懂了，所以你跟校花学妹开始交往，于是乎呢，这个小女孩就不自量力的在发花痴。我好羡慕杨伟成。